让这群卖家的渔民见识我方军队力量的时刻到了。接下来的时代一定会需要像你这样的善人吧。我一直记得如何使剑以及战斗的方法，我已经不是一个能够获得神赦免的人。你敢不敢告诉大家你的过去？爸爸，来了吗？这些心中无神的愚蠢家伙们，一定要平安。不要害怕，我是绝对不会退缩的。全体部队进军攻击。那我们就让他们后悔当初没有选择投降来当奴隶。这个时刻正是让他们见识麦家人民团结之力与勇气的时候。你们就等着到时咬着手指见证神陨落的那一幕吧。到底要我等到什么时候？奥斯还没完，还可以战斗，会获得最后胜利的是我们才对。死吧。我是朱拜勒之子奥斯。